这段神秘莫测的视频据称是从暗网中流传出来的。镜头前，一个人类男人正与另外一个鬼状书形的身影面对面交谈着。毫无疑问，那个身影看上去并不属于我们的地球，他的身上没有衣物，皮肤看上去非常光滑，身体消瘦，四肢修长，大大的脑袋上有着两个又大又黑的眼睛。许多怀疑论者认为这是人类高层与外星人交流的视频，不过如此关键的机密为何会流传出来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当然，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假象的视频，外星人的形象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样子，从来没有人可以笃定。而镜头前的这个外星人几乎具有人类的体征，他能否会是人类的产物呢？Anatomically speaking, I've never seen anything that looks like either of these figures before. That's not the same thing. It is the same thing. Data, what the hell is it?